林静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，这是心疼江寻安啊？妹妹真是可怜，只配捡我不要的东西。哼，用江寻安给的东西去讨好谢延青，林白羽，你真恶心！嘴里不屑，却用着情敌的东西去换取别人的帮助。谢延青，你真有脸吗？哼，一会儿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咬尖嘴利。随便你们怎么玩，妹妹，姐姐这份大礼，惊不惊喜？今日就算死，也不会让这些人碰我分毫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的意中人凌空而来，带着你乘风而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怕没人给你收尸。苦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吐不吐得出象牙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倒是听见了狗叫。我怎么没听见？江寻安。